喂，在吗？喂，喂，听得见吗？哎，听得见。哎，我把我那个游戏 ID 发，老板下午好，我把那个我的啊，游下戏午好。ID 发一下。你吃饭了吗？下午。我吃了呀，我就是刚吃完一盆水饺，然后就接到了个单，美滋滋，我发了。你喜 欢老睡板，你觉吃饭了啊？吗？嗯，我挺喜欢睡觉的。我那一你是天，几点起床的呢？我一般就是睡到中午这样起。老板怎么称呼呀？我叫婉婉。哦，你就玩玩，我叫我猴哥就可以了，猴哥。嗯，好的好的，猴哥。我拉你了。哎，我好像点不进去。我再拉一遍。我好像还是，我好像还是点不进去。猴哥，你能加一下我吗？行，我加你。有点大哈，加小一点。加上呗。加上了。这回呢？你是不是定位赛呀？啊，那我明白了。这样吧，这回呢？我现在没有收到那个好友邀请哎，我点加入小队好像加不进去。加入小队加不进来呀。那我开一下，我看我能不能拉你，可以吗？行，那你拉我试试吧。好嘞。怎么好像我卡了吗？还是？好像是我有点卡，我能重登一下吗？你重登一下吧，这好像是卡了，重上一好下吧。像是，不好意思，虎哥。你是刚起床啊？对，我还有点懵，现下在。午2:50起床就睡完觉就吃，那你肯定是150斤往上啊。没有没有，差不多，不对不对，就是那肯定没有150的呀，我还是很注重身材管理的，平时。哦，平时你喜欢健身呢？我平常也就是会出去走走吧。走一走，你喜欢走到哪呀？你喜欢马拉松啊？就是在小区附近走走，然后遛遛狗什么的。啊，你家还养狗了呢？对的。是什么狗啊？养了一个小博美。啊，小狗。我重登一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你登吧。我也养了个宠物，我养了只小猫，两只小猫，养的什么猫呀？养的美国短毛。哦，我知道是美短，我比较喜欢狗，我看我现在能不能，哎，我都没见着你上线儿啊！哦，我刚刚在登，上线了吗？这没看见我在登呢，啊？它刚刚又卡掉了。看来你这电脑不太行啊！你这电脑多钱配的呀？电脑买了3-4千，多少钱？3-4千吧，是我之前就是同你是学准不备要是的，然陪后人他玩让我扫给，雷是不是3-4千电脑？没有，就我之前同学他不要了，然后就是二手的就卖给我了，然后他又换了个新的，哦，那你那同学挺缺德呀。你都还是可以用的。他这用坏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用坏了，然后过来给你3-4千，他原价他可能就三千块钱，他卖你3-4千。
啊，这样的吗？糟里了。边零件可能还坏一点，我跟你说，这你可能是上当了，这是。我又重登了一下，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没问题了吧？啊，我看见你糟上线了。了，我先小拉，哎，这么的，你拉我。行，我刚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事儿，点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小问题。这个今天这个电脑有点卡卡的。等一下，我换个号可以吗？这个号好像可有以，点问题。哎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一单，我也是时间长短都是一单，没有关系的。好嘞。我们可以勾留一下，一般你这卡了的时候，跟人都怎么勾留？交流是啥意思？交流吗？沟通、交流、勾留。就是随便聊聊啊。老板，我听你口音，你是哪里人？是东北人吗？啊，我是东北人。可以，你这口音听着好亲切啊，就是一听就是感觉是那种脾气很好，然后自带那种幽默感的。我是南京的，我们这边方言就是，你看我现在说话挺温柔的吧？我一说南京话，那风格立马就变了。那还是别说了吧。但我没听过南行京吧。话，南京怎么说话？我现在就在讲南京话，没什么区别。有区别啊？怎么没区别啊？你不觉得南京话就是听着比较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没有那么淑女了。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方言，你猜一下什么意思？啊。哎呦啦有啊。有没有辣椒油？不是，要不要辣椒油？因为我们就是要不要辣椒油的意思，就啊，吃要馄不要饨要辣椒放油辣油吗？吗？哎呦辣油啊，老板会帮你放，什么帮我报？帮我放辣油，然后他就问你要不要，然后他就帮你放，就不让你自己放的那种，啊，就我老都板喜就欢比吃较辣热油。心，还有没有别的呀？没有别的，那你说一句，我帮你在线翻译。我想想啊，哎，我这个可以，啊，那我发在你，公屏上，对，好那你吧？发 ID 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耽误时间了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你今天是周末，就正好就休息是吧？我发了。啊，我这基本上我的这个时间都比较的自由，你加我了吗？我还没加呢，我先拉你了。哎，啊，行，这哦，个可以，来好吧。了。那你帮我翻译翻译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就差不多。那波棱盖卡马路牙上磕秃噜皮了，这怎么翻译呀？这个我这不好，这个我不好翻译呀、啊。这我们这边呢，就是绕口令，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嘚嘚不分。就对那我来行说吧，最那难行。的绕口令就是，牛奶奶喝牛奶，牛奶奶喝牛奶，这个。就哥，是我这了单给呢你不退了，分呗。你别生我气哈，我这单耽误你时间了，毕竟现在大家时间都是那个很宝贵，耽误那你确时间实，了，我这单就给你退了，不好意思啦。啊，那没关系了，那你再送我一个吧，我都不用退。啊，那没问题呀，你看你这人这么好，我刚耽误你时间，你也不生气，我玩什么辅助呢？你想让我玩什么？软辅还是硬辅？你随便，那 ADC 是跟你一起的，你要坑你也坑他，你也不用坑我，我在上路。行，那我就玩把老石头人吧。那你要搬什么吗？我呀，我们半个石头人儿，
啊？你搬石头人，我就讨厌石头人，那我就，我就没把币搬石头人。我刚想玩石头人，那我搬个我不喜欢的这个，搬个火男吧。你没点其他辅助啥的吗？露露啊，风琴、辛纳木，就软辅，就啊，那基可本以。都会。什么风暴骑士？你喜欢带相位猛冲啊？不是，是风琴、辛纳木，就是风女、琴女、娜美、露露，就这几个叫风，就是统称风琴、辛纳露。心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辛好像是辛妈，应该是。哦，学到了啊，学到了，我也不玩辅助。对面，哦，对面玩那个鳄鱼。老板，你这人如其名啊，你就玩了个猴子就直接。那我玩个，嗯。露露被搬了，那我玩个情侣吧。琴女儿，你认不认识那谁？那个叫四仙女儿，你认不认识四仙女是谁呀、啊？啊？嗯，不认识算了吧。四仙女是什么？我选个，四仙女儿是这是哎，这不用了解，不是很重要。行吧。我得点个天赋，哎呀，我差一点我就点错了，可以的，要不然我就艾老板，迪猴你了。中午吃了啥呀？我中午吃的豆腐、花生米儿、鸡肉，没了。大米可以饭，啊，还挺丰盛的，我那感觉你吃的什么呢？听你说话，你我吃吃的个饺水子饺吗？啊，你吃一对。盆饺子，你能吃了吗？能吃了呀，这一盆饺子就二三十个，还是轻轻松松那的，你喜欢吃酸菜够馅了。儿的饺子，还是喜欢吃三鲜馅儿饺子，还是喜欢吃鸡肉馅儿饺子呢？我吃的是韭菜鸡蛋馅饺子，就是素饺子，就因为就不吃肉就可以减肥嘛，然后我就吃了素饺哦，韭子。菜鸡蛋，你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呀？我喜欢吃三鲜馅儿饺子。三鲜馅是哪三种啊？是哪三种馅啊？是有蘑菇吗？蘑菇肉还有什么呀？应该是虾仁儿、鸡蛋，还有个那个菜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呢。那在我们这边叫虾仁馅饺子。我感觉你说话挺幽默的，就是跟你说话就不自觉的就嘴角上扬了。啊，那还行。说话好笑是不是？我也挺喜欢的啊，我这说话好笑是吗？不是，就是那种自带的幽默感，就女生都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幽默的男生，不是好笑，就是让人觉得很亲切那种，哦。你喜欢看小品吗？我就是过年的时候会看，平时看的不多，平时喜欢看动漫。哦，那我给你讲个笑话吧，要不？好呀，好呀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啊？讲完了。喂？好笑不？哎呦，特别好笑！我我跟你代说这个替，笑话，可以的，这是快点黄笑，色笑话快点，吗？快点六笑！亲一吗？太好笑了，这也太好笑了。那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吧。我不听。你太坏了，明明什么都没说，你还让我笑，你简直强人我所说了，难。你没听见，好像。是不是声音有点小，还没是有卡啊，你了？没说。
我说了，没说吧？那我再给你说一遍。行，你放大点声，我认真听。说完了，没有嗯，吗？没有，你可能自动屏蔽了你的笑话，你可能说一些，就说一些，啊，一般就可能是一长得丑的些，人都听不见我说的笑话。没有，挺好笑的，其实，果然是个很有好幽笑默感的吧？男孩子，那还是可以的。好笑，可好笑了，我笑的我就已经不行了，就，看一下这个对面。你平时除了陪玩，你还做点什么呀？平常除了陪玩，就在家，就是做做饭、遛遛狗什么的。但是我最近在学化妆，谢谢我想眉以间后美当人个化痣的妆飞机。师。哦，你学化妆啊？化妆还用学嗯，吗？我想，那肯定要学的呀，那个学费老贵了。我就是自己接单，挣挣学费，学学化妆，然后以后想就是。因为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嘛，那化妆还用学？那你可以把一个人化成什么样呢？你就是会让你一个人变得更好看。就比如说，舞台妆啊，然后明星也是需要化妆师的呀，就是这个都是要学的，都挺难的，还。那你可以把乔碧罗奶奶化成范冰冰吗？我可以，我以后可以尽量试试。啊，那确实还挺厉害的。应该是有点难度，就比如说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脸很大的话，可能还是要稍微减减肥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难度可能有点大。哎呀，他把钥匙撕了，我走了。你怎么都到对面二台去了？你这波操作就，我走了，他把根钥本匙就撕了。能不怎么样。老鳄鱼。鳄鱼。哎，你中午吃的挺饱的，你都打嗝了。还行吧，确实吃的挺饱的，吃的一碗饭。你喜欢打嗝吗？我会打嗝，因为我平时喜欢喝饮料、喝可乐什么的，肥宅快乐水什么的，还挺喜欢打嗝的。那你牙齿肯定不太好，我觉得。嗯，我牙齿好，我就会，我会会那个，好好刷牙。哎呀，我们家 DJ，别抢我人头啊！我走。他这个技术摆在那儿，他不是那么能轻易的就抢到了。今天助攻都没蹭到。老乐意。哎，我看别人一接一单都20多，你怎么接单就15呢？因为我这个技术就是技术一般，然后我就没敢给自己单价定太高，我怕打的菜人家给我差评。哦，那你这是评价还挺中肯，比较嗯，诚实。就是我，对。我是娱乐陪玩，我主要是就烘托气氛的，就是聊娱聊乐老天板，烘托气氛的。啊？我这娱乐老板。哎，不，我就是说，就陪玩分为实力派和那个就是娱乐派，我是娱乐派的，还有第三个就是那种又有实力，然后说话又好听的，那种就是我的终极目标。我现在还是一个娱乐陪玩。这个属于一个萌新状态，我看你啥游戏但是我都会玩嗯，啊！
对，就是什么都会，但是就是没有一个玩的厉害，这就比较尴尬，就是全面发展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那现在我们的气氛尴尬了，应该怎么样烘托一下呢？这气氛尴尬的话就怎么烘托？就努力的找话题，让这个气氛慢慢的就不尴尬。那行，那个找话题这部分交给你了。那我来给你整一段吧。啊，你要给我报个菜名啊。老板，你真帅。帅就帅，为什么要笑呢？报菜名我也会呀、你是不信是蒸吧？羊羔、蒸熊掌、蒸芦苇、还蒸芦苇蒸呢？豆我给腐、你蒸蒸个花海生米。带吧，还蒸芦苇。烧花呀，烤鸭、盐水鸭、桂花鸭。哎呀！我没出来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哎你呀，这个，我没觉得 A 你出这个来，键盘肯定是长期被你摧残。没有我敲的桌子。那你的桌子肯定还是挺这坚固没的。A 出来，哎呀。我感觉你这玩的还行啊，那000。000就是我们下路优势大，还行。我觉得只要一把游戏，只要保持不死，那就挺厉害的。那就可以，就是一直发来泉水。谢谢老板的肯定，你是极少数，就是觉得我玩的还不错的。我瞬间我就自信了，膨胀了我。你喜欢游泳吗？我喜我小学的时候学过游泳，但是我现在应该，那我该不该喜欢游泳呢？那你该不该的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就怎么说呢？我觉得游泳听你的，你是呀！我觉得游泳肯定要穿泳装吧，你穿泳装的话，身材肯定就不能太差。所以我最近那你穿泳装吗？最我很少穿吧，因为我很少去游泳。我等我身材管理稍微好一点，我再穿泳装可能会更好。那你有没有那种泳装的照片呢？没有泳装照片，那只有正常就是那种日常的照片，就是平时化个妆，在哪拍一下那种。哦，明白了。膨胀了呀，那个鱼，啊？来个包女儿呢，这老板，你喜欢游泳吗？你能问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应该对游泳还是挺感兴趣的。我不喜欢游泳。那你平时喜欢有什么爱好吗？我喜欢。打上班，那你平常是做啥的呀？哦，
我是做私人经济管理的。啊，现在大家有钱都存在银行卡里了吧？那我猜你应该没什么客户。那我的客户会有多少？我帮人存银行去吗？私人经济管理，基本上那些男性玩家比较多，不是玩家呀，男性客户啊比较多。啊，这个职业我倒没听说过。已婚男同胞私人财产管理。啊，已婚男同胞老板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不是小金库管理员呐？专门帮他们管小金库的。老鳄鱼，你敢出来吗？不存银行跟支付宝吗？一般就是他们想藏点钱了，也不能说想藏点钱了吧啊，想要管理管理资金啊，回来找到我。我们有两种分配方式，一种是邮寄的，另一种的就是我们网上转账。哦，那他们这个转账我能理解，那怎么还会有邮寄的呢？这是啥情况？有的时候有人看手机查转账记录之类的，我们就去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，啊。啊，你这个条件限制说的都还挺官方的，但是。你有没有个人？这次得多寄一点吧，不然我觉得邮费都不够吧。这一次邮费还要不少钱呢。我们这一百几寄，100就可以了嘛。那得多久才能到100？我觉得应该挺不容易，因为现在很多男人就是钱都被管得死死。可以攒嘛，你这一回买个菜啥的，3块钱5块钱的。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私人财产要保管一下子，我也可以给你管保管一下子。那我肯定能自己保管呀。那这个钱，这个买菜钱藏哪里呢？那万一被发现了，那不得就是一锅端了就。一般不会，一般客户会有自己的这个藏匿方式。我先把这鳄鱼杀了。可以的。烦死了，这鳄鱼，我讨厌鳄鱼。鳄鱼。有的可能藏在化妆品里边了。化妆品里面还能藏钱吗？那你这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不是，还真有客户啊？那你都是怎么找到客户的呢？那你这种事情总不能明目张胆的去问吧？万一他们老婆听到了，那不得跪榴莲跪搓衣板？不是，我们这是基本上都是客户自行介绍，一个传一个，外来人我们基本上不收的。都得保障客户转介绍，那你隐藏群体应该挺多的。啊，还可以吧。那你为啥不这一行呢？赚钱吗？我先把那包姐杀了。溜不溜？可以。我都惊呆了，看着。这波打波扣还可以啊！人家这把胜利就靠你了，老板。这鳄鱼想杀我！哎呀，鳄鱼！
来吧，鳄鱼。再见吧，鳄鱼。嘿，我天！再见吧，鳄鱼。天，纵容视野去。难受了吧，鳄鱼？哎呦我这鳄鱼！太追呀！别追了，我都到家了，这都。都跑到二十个，我们下路好像有点艰难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EZ应该是个潜力。没事，这小问题。相信他。嗯，下路是个啥呀？小猫咪呀、啊。嗯，就是猫咪。我先来一波。这个、你的大招命中率是多少？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没到呢，没到呢，没到呢啊，没到呢，你等一会儿。但是我们家 EZ 回去了。勾引一波，没事，直接上去拿命勾引。到的。先杀这一粒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这波支援的非常及时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我们下路这优势一下就起来了。你这个不，你们没有优势 ，ADC 零杠五的，你是零杠三。老板，上面有个针眼，你去锤那个针眼去。我先把塔拆，你来教我做事啊？我给你留了一，最后留了一下，贴心。你留着没什么用啊，他会回血的呀。那就心意到了就行了。我们去打小龙吧。小龙费点劲呢、啊。不是就是复活吗？还行啊，算了啊，算了，溜了溜了。没了，无了。对面这个伤害还是有点小高，先来个九头蛇吧。嗯，吃个梨吧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我喜欢吃水果呀。那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我基本上是什么都喜欢吃，我这个人不挑的。你要说最喜欢吃的话，就反正就是家里有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很狂啊！我特长就是特别能吃。吸血鬼来点吸血呀！完了，吸血鬼被我害死。这，哎，这波有个虚弱挺烦人的，快走啊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哎呦，我等我应该等着，我得来个死刑宣告了。你喜欢吃黄瓜吗？还是吃土豆呢？黄瓜跟土豆是水果吗？这两个？那我喜欢吃土豆呀，我经常我做土豆丝吃，我这拿手菜就是土豆丝。你自己做呗，这。你看你这一说的我，碳水让人快乐，这土豆吃的多开心呀！放点辣椒，做个青椒土豆丝，整个两碗米饭，美滋滋。确实可以。再整一个小可乐。哎，对，整一个肥宅快乐水一喝，简直了！你看这快乐不就来了吗？12-16。嗯，真年。那老板，你喜欢吃黄瓜还是喜欢土豆啊？我都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肉。那你这么尴尬的问题，就，那你为什么问我喜欢吃？哦、喜欢吃黄瓜还是黄瓜？这也不尴尬呀，我这是只要
我不觉得尴尬，尴尬的永远都是别人。哎，气死我了！这杀不着人啊！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咋这么猥琐？以后就按照你说的。算了，那发育发育吧，这不打架呀？你说这，这家伙，这小盘就说，他们家打野是个啥来着啊？是个包女，我去玩红 buff 吧。好嘞。我看你装备还行啊。你说我的装备吗？啊，我说你装备还行。这个装备的话就你干哈呢？反正我大就是那个最大的装备就出了，可以，这个就非常的果断。哎，越塔嘞，小小 ADC。他们不打架，这好无聊啊！打大龙吧，要不来吧？行呀，那走。这也不打架。对面可能比较求稳。你是多大了？现在？我今年二十出头。你听我的声音，能猜一下吗？那你这个头是多少厘米呢？我是那个97年，1897年的，1997年那你的年龄可有点大了。我是1797年的，其实1797年，你还有其他？那你这不活化石了吗？呀，1797年。你说1897你也太看不起我了。乐鱼，来个神魔呢？来个这个吧。活化石不好吗？活化石也是个宝呀、啊。那我们家的吸血鬼，哎呦我的吸血鬼！鳄鱼，我挺长时间没去看着鳄鱼去了。鳄鱼，老板你多大呀？你问我多大，我1994年的。你1994年的，那你比我大个几岁？大三岁呀、啊。男大三，女大三抱金砖。男大三是怎么说来着？下一句，人家的优势不就来了吗？那拿了大龙肯定优势了。那可不，你这指挥的好呀，大龙。上高地吧。我要回回血。这人干哈来了？这是。这个猫咪跟那个蜜还挺近的，就直接就到下面。哎呦，我这 ADC。要不你下吧，玩个猫吧。我玩猫不咋玩，那玩的不厉害。还能有点用，关键是。我玩个露露吧，我本来是想玩露露的，结果露露被搬了，然后我的老石头人也被搬了，我就玩了个情侣，完了老板嫌我没用了，能喜欢玩石头人的，石头人可爱呀，萌萌的呀，我石头人都是混着，好，我下把我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，我要。
不要，不能让你嫌弃我。我再来个狮子狗，我挣会儿钱。你这么晚起床，你搁比心一天应该接不了几单子吧？就晚上打游戏的人比较多呀，白天的话可能会稍微少一点。哦，给你通宵呗。我的单确实，也不是。我接单也不是白天了，你三点起床，这已经不是白天了，这是，这是快快晚上了，这是。也不是三点了，我不是还吃了个水饺吗？一两点，一两点。我接单接的晚。那也没啥区别了，那是起的晚。哎呦我操！上路推吧，不行了，推不下来了。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去上路。那你水饺也是自己做的吗？嗯，水饺是我家人包的，是放冰箱里面，然后饿了就吃。你跟你爸你妈住一块儿呗？对的呀。那你肯定没有。老板，你经常在？那是单身未婚，我这老单身狗可不是干的。那肯定是因为你做的饭不好吃。我做的饭可好吃了，我没事。咱能不能把那眼儿给排一下子？我给你扫描扫这么长时间，能不能把这眼儿给排？我看到了，我是想去救一手这个，想救一手。我就去排眼，我就。对不起，我相信了你。啊，打得太拉胯了！哎，老大，你经常在比心点小姐姐吗？也不经常吧，一天我就点两三个。你一天就点两三个呀？对，我得主要我揣测这个女性的心理。你为什么要揣测女性的心理呢？这样我才好干我的工作呀。你还研究女性心理学呢？看不出来，那我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跟我这么说话这么久，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游戏打得不太行的人。这个你跟我就不聊天也能发现的，主要是这把英雄不适合我，我下一把我一定要为自己证明一下。你是一个混子。我无法反驳你，但我是个脾气很好的混子，有的人又菜脾气又大。混子还要脾气大，那确实有点过分了。呀，大龙刷了呀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打大龙？不一定，我觉得大概率是打不了，这面伤害挺低的，而且我上高地了。在状态，老板，我下把一米，因为可能刚睡醒，有点懵懵的。可以啊。我下把一米好好表现。几个人？你这波三杀。三杀是可以的，这没什么问题。简直了！三杀可能有点挡不住了，基地可能要没了。那我就阻止一下他们回城，我骚扰一下。这要相信我，我去找这个 ND， 他们好像是走回去的，他们好像是，哦没有，应该是没了。你可以接着拆，你可以接着拆。
嗯。哇，可以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就赢了，老板厉害呀、啊！你这个猴子，简，你这个我的工作也是这么偷偷摸摸的就把钱给藏下来了。偷偷摸摸的基地对面基地就爆了。厉害了，再来一把吧。好嘞，这么的吧，要不然来比个赛吧。你比什么呀？咱俩比谁死的多。比谁死的多，那你可能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说比谁杀人杀的多，不是死的多的那个是输了的。那我也没问题啊，那我们就来比一把。不过赌什么呢？我还没想好。嗯，这个没问题，就死的多的人就输了嘛。我觉得我那我能接受这个挑战。你想一个吧，你想一个，我们这个比点啥吧。你让我想想啊。容我思考个。这么的吧。